大家好，今天我带你们去看一个位于沙达巴吉兰贡巴的一个 freehold condo project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新的项目，叫做 MHP3， 是位于吉兰贡巴的。所以这条呢就是我们主要的大陆啦，吉兰贡巴。然后这边就是去 KL 的方向，这一side呢就去沙达巴，然后这一side呢就是仙都的方向的。所以在地点来讲呢，它可以用 Duke Highway、MR2 跟吉兰贡巴啊、吉兰跟丁克兰都可以去到的。那么我们这个 condo 呢，它其实有两个 block 啦，说是Tower A。跟 Tower B 的，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 entrance， 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这边就是进去的话呢，其实是经过我们的 guard house， 这个是我们的 guard house 啊，所以是很方便的啦，是 fully cover 跟有别的 guard 的。像这边呢，其实有另外一个的好处就是owner 你们呢可以直接从这边 ground floor 直接一个speed ramp 去到我们的七楼的，就是一楼、二楼、三楼、六楼、七楼都可以直接direct access 去到你们的 car park 啦，所以是非常方便的哦。下去的话也是一样，所以是不用转的，完全不用转了。在这个 project 里面 ，OK， 我们这个 MHP 其实是在这个青色的这个 site 这边旁边呢，就有一个 MRT Line 3的站呐、啊，叫做扎朗卡威的站的。那么这个扎朗卡威的 MRT 站是吗？六个站就可以去到 KLCC， 七个站可以去到 Bukit Bintang， 八个站就可以去到TRX 这个 station 的，是非常方便的啦。它是 MRT Line 3的站来的。这 condo 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它的方向哦，挨的是向 south 或者向 north 的。向 south 的话呢，就是我们的 KL view 咯，如果是向 north 的话，就向去我们的垦丁跟 MR2 的 view 的。这边也是 facility 的照片啊，这个是我们的 swimming pool 啦，就这个 swimming pool 它也是可以上去 KL view 的啦，然后是 infinity swimming pool 来的。那 for 我们的其他 area， 这个 condo 它也是有一些 yoga 的 area 啊，跟一些 recreational 的一些 area for 你们 family time 的啦，就是可以在这边 relax 的。那 gym 的话呢，我们也会有 indoor gym 跟 outdoor gym 的，还有 children playground， 当然还有很多 facility 啦，那么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这 condo 它是一个 low density 啦，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这个是我们的 lift 的 area， 基本上 lift 出来的话呢，就是一间 unit， 然后另外的两间跟另外的一间，它都是分开的，所以 privacy 跟隔音都会比较好啦， ventilation 也会比较好的。现在你们看的这个MH3， 它是两房单位 ，Type A 的话是650 square feet， 两个房间跟两个厕所的。这个 unit 还是有好处，就是它也是会有 yard 跟 balcony 的，所以这个两房是十分的大的啦， 650 square feet。你看到它的环境跟它的空间是蛮大的，所以这边一进来的话就是我们的 kitchen area， 它也会有一个yard 的 area 的，所以是蛮大的，也可以做晒衣服跟煮饭的位置啦。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可以做 kitchen cabinet 咯，上面下面这边可以做一个小的 island， 或者是直接将这个 island 哈、连接去你的饭厅这边，所以这边就可以做到六个人到八个人也是没问题的。OK， 然后这边十尺的客厅高度，还有十尺的宽度，这边可以放一个65寸电视机都是 OK 的，这边可以放一个沙发。那么我们的balcony 也是一样，可以上去 KL 的 view 或者上去垦丁的 view 啊。for 我们这个两房的话都有啦。OK， 你看我们的主人房这边，主人房的话它也是可以放到一个 king size 或者 queen size 的，然后这边可以做 wardrobe， 然后 attach together 的话就是我们这个bathroom。主人房的 bathroom 它会有一样呢，也会有这个 water heater， 还有就是这些 basin 跟 toilet bowl 都会有的，然后也是会有给到 full 套上，这些位置全部都会有的，也会有窗口啦， ventilation 也是很重要。So for 这个两房的单位，这个是主人房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两房的二房，二房的话基本上也可以放一个 queen size 在这边，这边可以做一个 wardrobe， 好像这样子做一个 study area 或者是resting 的 area 也可以啦，这个是二房的，然后还会有窗口的。OK， 做外面也是一样，会有我们的这个shared bathroom 一样啦，它都会有全部东西都包了，包括这个water heater、toilet bowl 这些 everything 都会有的 for 这个bathroom。650方尺两房两厕的话呢，有 balcony 跟有 yard 的话，其实只是卖这300多千吧的，月供只需要1400到1500。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按这个 link 联系我们。